跟峨眉的佛演说法一样的，没有差别的。无量诸佛演说的法没有差别的，但是随哪一类的缘说哪类一些法，那这种演说呢又没有穷尽，就是佛的德。这赞叹呢都显佛的德，赞叹佛的智慧，而普圣无上为的王菩萨成佛神力，观照十方而说颂言，也赞叹啊。汝观无上色，广大自圆满，散达是非时，为众演说法。说我们大家看一看，佛无上啊，再没有比佛上的。说汝观无上色，说你观看观看佛，他的智慧广大的圆满的，他能知道是非是，什么时候演花眼，什么时候演方等，什么时候说阿含，对哪一类机说哪类的法，这叫是非是。就是演说众法的时候，知道是时候就说，不是时候就不说，有这种机就说，没这种机就不说。摧伏众外道一切诸议论，普随众生心为现神能力，正觉非有量，以非无量，以福非无量。正觉是指佛说的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正觉有量没有，量量它的大小长短方圆，说法的时间你量不到的，那不是无量了吗？对，就是非有量，也不是无量啊，就是说不可说量，也不可说无量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四现佛身利益众生，这是有量的了。现在与法身大士共入法界的时候，这是无量的了。但是你说法身的时候，对的法身大士所演说的法当然是无量的。但是斯德林跟二圣说法都那些个人，那是有量的，不是无量的。在什么时候对什么样机说什么法，因此说有量不可以，说无量也不可以。同时的斯多林那些法身大士看着法身佛，跟他说的共同的是法身事业。同时的斯多林佛给那些个阿罗汉说的是二乘法。所以说不可说有量，也不可说无量。如日在虚空照临一切处，佛自已如是啊，了达三四法。譬如十五夜，就拿月亮打比啊，前头是拿太阳，拿日啊，月亮无减缺。如果月亮本身月星啊本身也没有减也没有缺，那人间的初一十五月亮没有啊，月星本来没有，如来以敷衍，
什么样子？白霞西圆满，像月亮似的。如来没有吃无食物，也没个圆，也没个缺，永远如是的。佛利益众生呢，也如是。又譬如空中日，愿写无沾矣。如来已如是者，和尘变恒相续。比如十方刹，与空无所奈，四灯现变化，以四一复言。四灯嘛，形容佛啊，佛入世间的灯明啊，四现。比如世间地，群生之所依啊，拿佛形容的世间的大地，一切众生依着这个大地，是吧？平等一致，没有差别的。譬如猛疾风，所行无障碍。大风啊，什么也障碍不了它。佛说一切佛法也如是，佛法也如是，属骗于世间。譬如大水轮，世界无所依状。而世界一只水轮，大地一只水轮状，佛的智慧轮也是这样子的，三世佛所依，过去现在为了祝福都依着智慧，依着般若。而是无奈圣丈王菩萨成佛神力，观察十方，若松烟，这是无奈圣严王赞叹菩萨的啊。譬如大宝山摇曳住寒石，佛山如是，普依于世间。譬如大海水，尘烟无垢浊，见佛亦如是，能处住可耐。比如须弥山与处于大海中，世间灯一耳从于法海处，如海聚众宝，求者皆满足，大无师自一言，见者悉开悟。如来是神智，无量无有数，是故神通力，四现难思议。譬如公案寺，四现种种寺，佛智如是，现住自在力。譬如如意宝，能买的玉，最胜以敷衍，满足清净愿。最胜是指佛啊，最胜说佛也这样子。譬如明镜宝，普照一切物，佛自已入世，普照群生心。譬如八面宝，等见于诸方，无奈灯已焉，普照于法界。譬如水清浊，清浊能清住浊水，见佛已入世，诸根悉清净。这些大菩萨赞叹佛的言辞无奈，道理只是一个，但是那个妙辩呢，赞叹的语言呢，一个菩萨说一样，就是赞叹佛的功德嘛。用种种形容词言语，用种种形象来表达那譬喻，那世间相，显佛的智慧，显佛的德。大菩萨的智慧无奈，咱们前头讲啊，普惠问了200个问题，普贤答他2个问题，
呢只有一个，但是这语言的妙，词句的妙，都是显现，显现什么呢？佛的功德，都是站在佛功德。每位菩萨都入世，没有这种妙辩，把这诸位菩萨站在佛的，我们来给解释，解释差不多，都一样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不解说了，念念原文就好了。尔时，化现法界愿月王菩萨，就管这些菩萨名字啊，已经不可思议了。成佛神力，观察十方，而说颂言：譬如定情宝，能清一切塞。见佛者已言悉发菩提心，一一微尘内，佛现神通力，令无量无边菩萨皆清净。甚深微妙力，无边不可知。菩萨之境界，世间莫能测。如来所现身，清净相庄严，普入于法界，成就诸菩萨。南寺佛果道，一种成正觉，一切诸菩萨四主皆充满。这个四主啊，现的或者人王，或者果王，或者天王，或者第四天，四间主，就是四主啊，加以说一下啊。释迦无上尊，于法悉自在，实现神动力，无边不可量。菩萨种种行，无量无有尽，如来自在力，为之悉自现。佛子善修学，甚深住法界，成就无奈字，明了一切法。善悉微神力，为众转法轮，神变悉充满，令世皆清净。这个全占那片，神通片、成道片、示现片，所有一切形容都是骗法界的，流法骗。如来智圆满，境界已清净，譬如大龙王普济诸群生。尔时法会光焰王菩萨，成佛实力，观察十方，而说颂言：所有说颂言的菩萨都是代表的，跟那同来的无量无数，代表一方，说赞叹佛的。三世诸如来声闻大弟子，悉不能入佛，举诸下诸事，去来现在世，一切诸缘觉，以不知如来举诸下诸事，况辅助凡夫，皆思所禅法，无明法心时，而能知道是。这些个凡夫，怎么能说佛的功德呢？怎么能知道导师呢？连那些个声闻缘觉都不知道，凡夫更不知道了。正觉无奈字，超过语言道，其量不可测，所有能知者没有能知道的，没有人能知道佛的智慧，微佛与佛才能知道。譬如明月光，无能测边际，
佛神通一耳，莫见其增进。一住方便，念念所变化，借无量界思维不能了，思维一切字不可思议法，一切方一方便门边际不可得。要有于此法而心广大愿，是比于此世界，比于此境界，只见不为难。勇猛勤修习，难思大法海，其心无障碍，入此方便门。心愿已调伏，心愿已宽广，当怀大菩提最胜之境界。尔时破一切魔君，自爽王菩萨成佛神力，观察十方而说颂言：智身非是身，无奈难思议。设有思议者，一切无能及。佛的智慧身呢，可不是咱们想象的身体的身，智慧身那是法身。这位大菩萨的这站在佛的，不能够用你的思想一动来测量，无奈难思议。这佛的深夜了，设有失意者，假使有个人要想想想佛的神，或者议论一下佛的神，办不到，达不到，一切无能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题目就是难思难议，佛的神难思难议。神的所做的业，所做的事儿，都立生的事儿，从不思议业，其此清净神。说这个身呢，这身呢，是从利益众生不思议的那些个事业、立生的事业，才成就这个清净身。站在佛的身呢，是清净不可思议的，和特殊妙庄严，不着于三界，是身非身。这以下的寄送啊，有时候显佛的因，有时候说的佛的果，各个大菩萨那种妙辩，赞叹的妙辩才，咱不会赞叹佛，就把这些华严的这些大会的菩萨，他们赞叹的，咱学着念一念，那等于赞叹佛了。光明照一切，法界悉清净，开佛菩提门，出生住智慧。譬若世间日，普放慧光明，远离诸尘垢，消除一切障，普净三有处，永绝生死流，成就菩萨道，出生无上觉，四现无边色，持塞无一处，所现虽无量，一切不思议。菩萨一念穷，能觉一切法。云何欲测量呢？如来自边际呢？一念悉明达，一切三世法。故说佛智慧无尽无能坏，智者应入世，专示佛菩提，
此事难死也，死者不可等。菩提不可说，超过语言路。诸佛从此生，四法难思议。尔时，愿自光明闯王菩萨成佛身力，观察十方，而说颂言：要能善观察菩提无尽海，灾得离此念，决定受此法。要得决定心，才能修妙行。禅寂自思虑，熔断住疑惑，其心不疲倦，以福无懈怠。辗转正进修，究竟住佛法，信自已成就，念念令增长。常乐常观察，无得无一法，无量一千劫，所修功德行，一切悉回向，诸佛所求道，随在于生死，而心无眼作。南无诸佛法，常乐如来行，世间诸所行啊，蕴藉等诸法，一切皆舍离，专求佛功德。凡夫应忘惑，与世常流转。菩萨心无奈，就是令解脱。菩萨行难成，举世不能施。骗出一切苦，普与群生乐。以坏菩提智，福民助群生。光明照世间，度脱一些障。尔时破一些障，勇猛自王菩萨成佛身力，观察十方，而说颂言：无量一千劫，佛名难可闻，况福得亲近，熔断住疑惑。再这么料说几句啊，经过无量千劫，想听佛名字啊，很不容易。听一个佛名字啊，很不美，连文明都不清，不起不容易啊。想在佛跟前清净佛，能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假使见到佛，闻到佛名字，把你所有疑惑、所有惑业呀，都断了。我看到这个句子啊，回想一下啊，什么诸位道友，你闻了好多名字了，就那《华严经》。放你好多名佛的名字，那你应该庆幸此身已得度，说你今生这个身呢，已经得住佛菩萨把你度了。念过弥陀经、弥方经、十方佛的名字，一念金刚经，排除些妄想，见佛的真性。你念普贤恒愿品，具足十大愿，庆幸啊，庆幸什么呢？庆幸你的善根，今生得为人，不但得为人，又能闻法，又能耐药出家。来亲近三宝，这不是容易的事儿啊！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：无量劫、无量一劫，你想听到一个佛名字，很困难，难可闻呢、啊。
那么应当清醒啊，要保持。而此生不向今生斗，更待何生度此生。说你这辈子得了人身了，要不把它超脱，你等待什么时候啊？等待什么时候来度啊？我这意思啊，这个寄送啊，说大家应当庆幸常识读诵大成，如来世间呢通照一切法，普胜三世佛，令众悉清净，如来妙色身，一切所叹所亲叹，以及常瞻仰其行无厌处。要有诸佛子观佛妙在身，必舍诸有着，回向菩提道。如来妙在身，恒扬广大音，辩才无障碍，开佛菩提门。小无度众生，无量不思议，令入智慧门，授以菩萨戒。为是大福田，善导助寒食，令其即福行。要有供养佛，容除恶道位，消除一切苦，成就智慧身。要见两足尊，能发广大心。世人恒知佛，增长智慧力。要见人中圣，决意向菩提，使人能正直，必当成正觉。尔时法界差别愿自神通王菩萨成佛为身，观察十方，而说颂言：释迦无上尊具一切功德，见者心清净，回向大智能，如来大慈悲，出现于世间，普为众生上转无上法轮。如来无受解，勤苦为众生，云何住世间，能报大慈能，能为无量劫受住恶道苦，终不舍如来而求于处理，宁待助众生备受一切苦，终不舍于佛而求得难乐，宁在助乐取恒得闻佛名，不愿生善道，暂时不闻佛，宁生住地狱意义无数劫，终不远离佛而修出那去啊。我心里想这话，假使在地狱里头怎么能闻着佛吗？是假设啊，假设在那去，你在人道当中都闻不见佛名，要生到那去还能闻到佛名吗？这是假设说，这叫方便三巧啊，形容词，没有这个事儿。到了哪道，到了地狱，还能闻到佛名字吗？这假设的说啊，何故愿久住？一切住哪道，也得见如来，增长智慧故。要得见与佛，设了一些障，张扬无尽佛，成就菩提道。如来能熔断一切众生疑，随其心所要，普列令满足，这就满足了，普皆令满足。这是假设的啊。